家晚安。这个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啊，都要上台好几次，在学校上课，难得礼拜六的晚上哦。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说，今天是小朋友很有心，帮我大姐来准备这样子一个蛋糕哦。我们兄弟姐妹八个，我跟我大姐差十岁。那今天呢，也刚好这个机会哈，很难得能够来参加，那就利用这个机会呢，来祝福你哈，大姐，这个永远健康。那长宝呢，这个心情愉快，轻松，那身心方面呢，都能够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哈。那也是像你讲的哈，吉祥如意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就很羡慕我大姐这一双。子女，又懂事，那又善良，做工作今天的工作不困难哈，所以他们两位是我们家这两位这个学习的目标了啊。那我也替我大姐会很高兴啊，这么一双这么杰出优秀的子女，我谢谢我妹妹丽玲老师，她每个礼拜啊。都花时间到家里来，在新庄，这个套红楼红哈，为几礼拜拢来教我这两个，这个家里的这两个小朋友哈。那我相信在他这样子的教育之下，这两个是